用过的，真的太高了。什么叫做跳得高不如长得高？德古拉在篮底下，哇，逮到机会直接把球给塞进篮筐。那重点就有提到，你的德古拉加上吴岱豪这个组合，内线超级高啊。对，德古拉在篮下得手，吴岱豪本身有外线投射，在外传去找吴岱豪，吴岱豪三分外线，德古拉站着抢进攻篮板，篮下的苏逸静。这苏吉意识上看起来跟球队好像还没有真的完全接上线。白萨的跳投出手不进，11-5，底角的出手，哇，吴凯翔之前在玉龙那，再给爱德华，爱德华带步的中距离 long two 没进，但打的还是比较偏外面的，内线基本上是没有太多攻势。Brown 三分把握住了，对 ，Taylor Brown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从二号位打到四号位啊。Brown 吊篮底下，德古拉篮下卡开一个空间，转身之后把球给塞进去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先把他挤出去啊，球给了外围，交给胡凯翔的三分没进。凯翔再给中间 Niguara 篮下把球给压进去。贝尔菲特走底线，闪过了防守，哎呦，这球可以说是贝尔菲尔前面先有点放人，交给 Niguara 再出来胡凯翔，凯翔的外线三分投进。凯翔停在弧顶，高调到篮底下 ，Niguara 转身，哇，太高了！只能说防守真的很拼命啊，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守啊？对，手都举高了，连头都凑上去了。这个球可能防守上唯一的机会就是 Edwards 在前面站前去跳起来，把这个传球路线给破坏掉。因为你让 Niguara 在这个位置接球，基本上没得守。加法也罚进，李汉生，德古拉，这个球吹进算吗？好像吹进算哦，进算还有加法，这个出手可能大多数人我相信应该都没有看过，这有点过分了，这个已经不是在三楼打球，可能在四楼打球。我其实刚刚戴瑞腾的位置做一个两人小组配合，德古拉，空心中还怒吼一声，去找李汉生送给德古拉 ，Niguara 夹击上来 ，Niguara 转身摆脱了防守，暴扣篮筐，这一波抬杠力云的轮转防守做得很棒，长篮板戴瑞腾抓到。戴瑞腾转身被盖，哦，站着打火锅。韩杰玉底线 catch and shoot 出手 ，Niguara， 哇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而且还多赔上了一个犯规。对，所以现在自己在篮底下只能就是要投球一手。这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哇，这什么叫用犯规都拉不动人？这库拉根本没跳啊。